目前水煙同樣受規管，有煙草成分，不得在公眾地方和室內吸食，亦都不可以售賣給18歲以下人士。今天就是 Christmas Eve， 我要將我的 Christmas present 送給我的 band。坊間提供的水煙不會好像香煙咁標明煙草同埋尼古丁的成分以及健康風險，咁水煙係咪比香煙健康呢？世衛有報告顯示，吸食水煙需時至少一個鐘，呢一個鐘等同吸食100支香煙，依然係好高嘅致癌物同埋其他嘅呢化學物質裏邊，基本上同我一般吸煙咧冇乜大分別，而且咧甚至咧佢個吸食方法咧，因為有個碳上邊咧。咁有更加大嘅風險，就係一氧化碳嘅中毒。長遠嚟講，影響到佢嗰個嘅認知能力。如果年輕人嚟講咧，影響佢嘅記性啦。先生，你嘅杯咩嚟嘅咧？汽水啊！汽水，咁你可唔可以飲啖嚟睇下咧？嚇，唔該你。接啦。不好意思，在这里不吃得烟的，麻烦你出去。不吃得烟的吗？哎呀。好了好了，